要吃火锅，除了食材新鲜，汤头跟锅底最重要了。在中壢市有一家麻辣鸳鸯特色火锅店，它的辣锅用数十种的川味新香料跟陈酿了3年的四川豆瓣酱拌炒入味，再加上大骨汤熬制了8个小时，即便白锅，他们也用干贝汤佐上了鲜奶，再撒上了新鲜的有机玫瑰花瓣，光是汤头就让很多的女性顾客趋之若鹜。每到了假日，如果没有事先预约，不好意思，请您乖乖排队慢慢等候。南极冰鱼、北海道进口大干贝，还有扇贝，以及我身后这个一个啊，外面就要价120块钱的俄罗斯手工冰淇淋，在这边通通吃到饱要多少钱呢？我们来问问看现场民众觉得他们价值多少哦。小姐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来这边一个人用餐要多少钱？大概700多吧，600多。答案通通错，告诉各位哦，只要399块，中午来这边吃90多种食材就能吃到饱哦。大家说五个小宝。没错，比婴儿手掌还大的北海道进口干贝，光是一粒成本就要50块钱，能够吃上8粒就回本。我现在最喜欢喝这个都是那个北海道的大干贝。大干贝，刚刚老板说一颗成本50块钱，你吃了几颗啊？我吃了5颗啊。哇，等于一半回本哦。对对，那我们也高兴啊。除了北海道大干贝、深梦海鲜，还有每只成本30块钱的续蟹，每斤250块钱的南极冰鱼，和每片20块钱的扇贝，也都通通吃到饱哦。就是那个冰鱼，南极冰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别的地方不见得可以吃到那个南极冰鱼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是随便你怎么吃都可以啊。而且那个冰鱼里头又含有那个很高的那个胶原蛋白，是我们女性最爱的呀。90多种的食材吃到饱，还得靠美味的汤头加持，才能够相辅相成。研究麻辣锅多年的主厨杨顺杰，特别远赴麻辣锅的故乡四川取经，经过不断改良研发，才研发出这一锅从未在媒体曝光过的秘方麻辣粉。师傅，秘方粉送到。哎，师傅，就这么点？我刚刚听到秘方粉3个字哦。没错，哇。这个秘方粉到底有多厉害啊？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它有桂皮、月桂叶、草果以及30多种从四川运过来的中药材去打成的粉。没错。那这一锅加进去的话，是不是只会提升它整个锅的香气啊？没错，因为麻辣锅啊，刚刚我们做的那些炒的动作都是在于辣，但是它的麻跟香就要靠这个喽。哇，那这一碗不能跟观众朋友讲是什么吗？我刚不是讲了。秘密。杨师傅调和月桂叶、灵香草、桂皮、甘草等30多种食材，和陈酿3年的四川郫县豆瓣酱拌炒入味。特别的是，不使用沙拉油，而是选用牛油才够香。炒出香味后，接着倒入大骨高汤，慢煮1个晚上的时间，麻辣锅底的汤头才算完成。而藏在锅底的独家美味鸭血和豆腐，听说相当入味，让我等不及想先尝一小口。有，非常入味，感觉那个中药材啊，然后它的麻、它的香都入到这个鸭血，最重要它是非常，你看很滑很弹的，怎么做的、啊？没错，它就是要咕溜咕溜的才好吃。对啊，那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们是用小火去煮1个小时，然后再把它焖8个小时，才有办法让它入味。关火焖8个小时哦。没错。为什么要焖这么久啊？因为如果只是煮1个小时的话，它只是熟，但是它味道还没办法进去。哇，就是不会说辣到整个就是不舒服，对。就是蛮好喝的那种香香辣的感觉。除了麻辣汤头好，吸客指数100%的这一锅乳白色的玫瑰鲜奶锅，将干贝煮半个小时，熬出高汤后加入鲜奶，最后撒上有机玫瑰花瓣增添香气，用来涮海鲜最合适。怎么会想来这边用餐？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牛奶锅，所以很吸引我们。那上面还加了有机的花瓣。那实际上尝起来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很香醇，而且很甜美，对，很棒。
非常香浓，好喝，嗯，比喝牛奶还要棒，因为加上食材以后，那口感觉得更好吃。那在外面有喝过一样的汤头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。对对，喝了就可以跟玫瑰一样美。是啊，也是美人汤哦。为了避免客人想用冰淇淋时常常挖不动，又把场地弄得脏乱，这间时尚火锅店提供每人一盒市价120块钱的俄罗斯冰淇淋。若是你当场吃不下，还可以外带回家，是不是很贴心呢？想品尝独一无二的有机玫瑰鲜奶火锅吗？来到桃园中立市前，记得打通电话预约。400块钱有找的消费，真的很超值哦。